道歉的机会吧 ，sorry。 夫人，我们还能找到更好的。就是她，她就是小薰喜欢的那种女孩。婚姻只不过是一张纸，等你真的有了，过不了几天，没准你自己都想扔掉。除了婚姻。 其他的我都可以给你，房子、车、珠宝，别人有的一切你都可以得到。我不在乎那些东西，金钱换不来爱情。谁说金钱换不来爱情？谁说金钱换不来爱情？没有例外。 如果你是例外，那是因为价码还不够高。说的都是你的心里话。 好好，那我不过去可以吧？不过就算你有什么想不开的，你也用不着跳楼吧？你看楼下那么多人看着你，你要是跳下去，影响多不好啊！还有就是，你是消防队员吗？啊？我是路过。消防队员应该不会像你这么业余吧？所以我现在跳下去，你也拦不住我吧？多管闲事！哎，你真跳你！就算徐姐夫能在这儿啊！
帮我做咖啡拉花吧。啊，咖啡拉花？对不起。你用这个吧，这个可以在咖啡上画花。好。画得不错嘛。是吗？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为什么？因为你是画家，凡是跟画画有关的事情你都做得比一般人好，就算现在没有人发现你，以后也一定会有的。行了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跟你一样，活腻味了，想玩玩命，不行吗？来，走，回家了。你知不知道这样做是违法的？行路。哎，你输了。行路，我在房间等你。你在这干嘛？你怎么又和他在一起了？那是我的事。你为什么这么对我？我到底做错什么了？你什么都没做错，因为他有钱。你以为贫穷是个光环吗？我不想后半生都跟一个穷画家在一起。想咬我？你疯了！放心，我不会再为你发疯。那你在干什么？啊？报复我，对吗？我早就不恨你了。我报复你干嘛？我报复你干嘛？你知道吗？我在做一桩生意，找你来不
过是逢场作戏而已。生意？你他妈让我来陪你玩真人秀的啊？你告诉我，圣女，你的坚守呢？是什么让一个圣女觉得钱是个好东西啊？圣女为什么放下坚守跟我这个人渣做生意？小时候，我父母经常为了柴米油盐吵架。直到八岁，我父亲去世之后，我和母亲回到了外公外婆身边。到那个时候，我才知道，其实我是有钱人。他们都是香港富豪，但是我对钱没感觉。我感觉不出财富有多重要。可能是受了我那个没出息老爸 DNA 的影响，我只想成为画家，找到我存在的价值。那你现在你不画画了吗？画画？我如今还有画画的时间吗？其实我得谢谢你，是你让我明白了，有钱不是罪过，贪婪才是。Ha ha ha.
小鹿，你在哪儿？原谅我的粗心。